我们筹备时间不是很长，然后也要，因为我想要还原到那个时代的感觉，所以那个筹备上的时间是紧张的，所以就是那个方向是比较有点。那这次就是为这个谢霆锋啊，还有刘青云这两位影帝啊候选人啊，就设计他们的造型，有没有比较特别的一些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？没有，就是你想要表达你那个年代的感觉，你尽量做出来就行，我觉得。然后他们也本身也有那个气质嘛，尽量把它表现出来就好。OK， 好，我们谢谢，恭喜今年的最佳造型设计奖的得主张世杰啊，他的。